在这场比赛现在又看到林家伟上场投球啊，所以在生涯登板数的部分，林家伟现在2-0领先的林安可啊。是，哇，那中信兄弟这边谢荣豪是要稍微代打哦。真的假的？哇，真的真的假的？现在平野会一总教练在跟谢荣豪交代，哎，要换代打，要换谢荣豪上来代打，哇！这是当年的，好像30年前日本职棒明星赛，那时候太平洋联盟请铃木一郎上来投球的时候，中央联盟这边也换投手上来代打。对，我觉得现在平野教练是有一种我也不想要占你便宜的这种感觉啦。没想到在一场鲁格的比赛之后，可以看到这种明星赛事的调度啊！谢荣豪要站上打击区，面对的是生涯第二度登板的林家伟啊！哇，这时候好球带也稍微变宽一点了。嗯，因为当时铃木一朗上来投球，然后中央联盟这边就换高金城吾上来代打。上来之后速度不错，但谢荣豪是上来带，但是没有要打吧？哎、欸，也挥一下吧。对啊。难道平野教练有交代他不可以挥棒？就是上来看球啊。哇，真的！哇，上来遭到三振啊！哈，林家伟生涯首 K 啊！也结束了这个半局，我中信兄弟在这个半局是在攻下了3分呢，现在是以11-2领先的同区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波波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以及 Twitch 频道，还有锁定我们的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